和歌队同仁于20日14到17时，当五居栋女性酒驾勤务，于汐止区康宁联丰街口设置酒测稽查点。然于16时许，有一部普重机驾车行经该稽查点，不依警方指示停车受检，加速离去。警方后续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第4项第1款，驾驶汽机车行经警察机关，设有告示执行酒测检定之处所，不依指示停车接受稽查，举发酒驾拒测一件，处新台币18万元罚款，吊销其驾驶执照。警方呼吁酒驾可能衍生重大交通危害，提醒民众切勿酒驾。本分局对于酒驾向来秉持零容忍原则，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，以维持交通安全。